现在独立出来赚，因为上次那个骚汉跟俊文正好好像同时在算吧，那个 server 就快挂了。然后我自己去 testing 哦，那个 server 在算那个 DB test 需要的画图的 data， 那个效率就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很慢。然后现在把它改写成丢十万句话，那就很快了。还要学丢到纸上算那个控达的 environment 要变换。好，就那个老师说那个新版的DP train， 就是我现在是用旧版，就是我把那两个脚本拖下来，然后放进去旧版的里面，然后试跑一下，然后下次就是因为现在还在准备就是新的 initial， 然后就是等那个 initial 做完之后，就用老师新版的那个脚本下去跑，就是新的 DP train。我现在做一下。好。你 initial 里面有 data 吗？有。好，来抓一下。就是用。今天就帮你抓一下，看 NPY 等出来有没有问题啊？是直接跑，找一下。Test NPY。对对对，你就直接 download DP 券啊，然后有 soft link 抓进来就好啦。哦，好。就不用抠来抠去啦。上次君文的经验是，你用妈宝删它是不会删掉，但是你用 Simba 用档案总管，它就原始档案也干掉，对不对？用空。对，上次不是，因为我在试探的时候才看到。到时候 soft link 软连接就是创造快捷键，不用把你原本的档案抠过来。就看你的档案在那个 Linux 的哪一个路径，有很多个你就贴很多个。哦，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要新的？就用新的，不然哦，对，下面，我把它放大一点。听完之后，以后就用这个，不是啊，上面有啊，我就是等时间啊。
哦，啊，就直接也可以啊，就这样。嗯，好。Ctrl Z 啊，让他回复啊。嗯，然后叫。就刚我刚这个直接先砍掉，然后再重新拉个新进来。那跑一下。有一堆，我找个新的，一样的。那个资源回收桶有办法恢复啊？所以接下来，对，这照砍了。这里不用弄哈佛，直接放在上面那跑。这个只是转 NBY 而已，但还没啥，我把它分开了。只是转 NBY， 那会转完之后会顺便 check 你转完之后的路径里面有没有需要的档案都存在，不存在就会带。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有时候画出来什么怪怪的嘛，不知道是出现在哪。那我在 server run 那个画图的，确实有些算力不够，它档案弄出来怪怪的。上次有遇到那个用damper PR 一样会遇到那个，就是它的 bug 是收缩完都会变成长方形的情况。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先，不然先用 MD 再用 relax。但是现在它的那个 quantum is 那个 material cloud 的那个的，就是它实验上有氮，然后你这种配方吗？有，比例是多少？等比例的。那你上次那个挂药可以只是等比例吗？挂掉的 case 不是等比例，但是我后来就是
我去检查，因为最后发现是它在 VCND 出来的结果就有问题，就是它的 box 这边relax 结果会变成长方形，但理论上它应该是正方形。它结构会不会变？结构会变成一部分会变 BCC， 它不会就不会维持到不会维持 NACO 的结构，它一部分会变形到那这个结构就比较好。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原本的 BFGS 搜索有那个有问题，所以后来就想说用 damp PR 去试试看，但结果还是一样，就是还是一样会变长方形。然后我后来就想说，不然先用 ND 再用 relax 试试看，那个结构就不要了，就不要了。对，可是等比例的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最一开始算的。实验上有我们这个配方，然后全部都是氮的嘛？有。找一下，那是哪一篇呢？这一篇。就是这个 HFNB， 然后对，跟一样，就是接碳的没问题，接这个的也没问题，然后主要是直接氮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就是 HFNB TATIZ 啊，这篇主要是去看它的那个，看它的原子错位的那个结果，但你但。就是后面接的非金属元素，那个高张陶瓷。你看他这样表示方法，那氮是多个数是多少？跟他们一样哦。应该的意思，应该就是前面挂号的是占50%，后面的这个是占50%，就是碳占50%，或者氮占50%，或者这两个各占25%，加起来50%。那、欸啊、他这边的 case 有没有就是全部都摆氮的？有。用 AB 引进球。是摆氮的，有啊，像这边这一，像这边这个就全部都是氮的，最左边这个。就是比例的意思，就是另外五种元素加起来，對對對然后氮就全部都，剩下就全部都是氮。它、多少颗？系统多少颗？是这张图上的结构吗？还是？对，他用 bus。我看一下，我知道，往上，他是用 VASP， 这里用 VASP， 然后用那个 PBN， 那多少颗？First principle calculation was based on 1×2×5 with 80 octans for 3。一样，凑到80吗？80个原子，现在是54，还64，现在是64颗，4×4×4，差不多嘞。嗯，那你一开始的压力多大？压力多大？因为上次在这边，找一边。转 NBY 哥，有没有看到一次转两个？就是平行，但是只允许大家只用两个扣，避免大家用 server 挂掉。之前的结果，它的压力是没有到很大，但是它收敛的结，就是它那个 VC relax 出来的结果，就是会变长方形。但是接碳的都是正方，就是它三个 XYZ 的 box 的长度是几乎一模一样。啊，对于接氮来说，就是它的长度会有一些差，比如说一个可能在9点多，一个可能在8点多。别种比例没有找到的，我找到的 paper 目前只有这一篇是只有提到，就是都是等比例的。这边是等比例，然后这边也是等比例的，就直接碳直接氮，或是接一般的碳或氮。啊，非等比例的目前没有看过，这、有接碳的有，接碳的有测过，有看过前面有非等比例的，后面两个没有。对，因为氮
跟碳比较起来，原子的 size 实在太小了。嗯。所以一定要特殊比例，才有可能会维持那个结构。嗯。对不对？我们从品相的 case 知道这个结论嘛？品相弄 BCC， 结果有一个元素自然状态下是 FCC 的，我们想要这样稳定，结果跑出来怎么样都不会稳定。嗯。那直接跑 ND 的话可以吗？如果直接就不 relax， 直接对，那可能就要用冬夜写的那个去判断，如果你算到最后原本一开始的比例减少太多，这个 case 就不能要。嗯，表示自然状态下这种东西是 不存在啦。嗯，我们以前自己也会存在，一直弄弄到最后，仔细想一想，确实真的会这样。嗯，因为高熵 BCC 也不能乱配。嗯，如果 FCC 的元素比例太高，那个结构就不稳定不存在。嗯，然后就是，所以君伟，你有办法把你的系统某一个 group 的就把它存档，然后剩下的元素就让它尽量靠近等比例吗？还是怎样？剩下的元素，然后最后 VCND 跑这些 case， 只要 check 结构会崩的这个比例就不稳定，就不拿来 check。是前面这五个元素的比例嘛？就是氮不动，然后只动前面这五个的意思。对。我写那脚本稍微改一下。可以啊。就是创好，那我再去创个后面直接氮，然后前面不同比例的那个，然后全部丢下去 VCND 嘛，直接 ND 嘛，还是 VCND 啊？嗯，好。然后最后出来的动画，反正冬夜可以那个脚本是怎样一次可以扫嘛，不用结合 Pro 哦。然后再去看说，就是它出来的那个会不会？对 ，BCND 如果结构变动太大，这个结构就把它砍掉，不要了，嗯，不用learning。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那 Material Cloud 现在在转的时候，它会自动去重新排序元素。就是我之前喂进去的是长，对啊，所以我的脚本有帮你捋块啊。可是哦，所以你没有用我的脚本啊？因为我是用老师的脚本去爬的，但是他爬完的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我是有问冬夜还是品相吗？就是转完之后，它元素会位置会对调。嗯，所以我那个 data 档还是 train 的那个会把它元素重新对调啊。但是 train 的这边 train 的结果，它的元素顺序一样是那个，之前都会自动，之前出来的 train 的结果出来的 C 跟 N 都在最下面，可是这次 train 出来的结果，它的还是在就是照它的那个顺序排，就是照 sort 之后的顺序，就是碳跟氮会变成第一个跟第三个，但理论上这两个要在最后面，就是非金属元素这两个要排在最后面，要像，你两个并排一下，我记得我有按照 materials call 爬下来的顺序重新再排啊，是指哪两个并排是爬中前跟爬中后的吗？还是爬中前、爬中后，然后我修改过的，你三个并排哦，修改过，这是爬中前的，这是 split right， 这样，这是爬中前的，这是爬中后，它会变成这样。然后最后面，所以最后面有在最后面那个 modify 的。modified， 所以这边会去再去吗？对 ，train 最后面还有一步，这步还没有跑，就是 modify QE settings。但是这一步，因为到 train 的结果，理论上它应该会是，因为之前 train 的结果就是它的元素都已经排好，就是正确的顺序。但是这次出来的结果还是怪，所以我这步居然没有跑，就是最后面的 modify QE settings 这步还没有跑到这里。经过这个 train 不是会吐一个资料夹出来吗 ？train 的，嗯，找一下。我们真正产生要撒密的出去，都是那个修正过后的 train 的档案、啊、嗯，这个之后还会有下一个，就是 train 的是爬虫完，然后把爬虫资料写进去。对。然后最后面还有一个 mod QE settings， 就是最后面最后再去修改，就是说你在前面的设定。嗯，基本上不会去改太多的 species 的顺序，嗯，原子的位置，嗯，
对，就是多少多少，但是喂进去的，等一下、喔，左边的是什么？左边的这边，这边是爬虫浅的，就是要爬虫浅的。哎、欸，这个是 material cloud 爬的。对，这个是 material cloud 爬完，然后把它写进去之后的结果。什么意思？脚本修剪完的意思是，最后的就是我们自己用 data 版产生的，然后有这个模板才能爬虫，对，然后爬虫完，因为它这个原子的顺序会帮我们颠倒，因为这个牵涉到它会吐一个磁性，对不对？来上去，有时候它磁性会帮你修正，有时候不会，所以你这个圆柱一定要对到顺序。不能再原来的。有没有？你原来的这个是 HF。那、如果你还硬给他用这个，它的磁性就帮你爬错了，知道吗？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那个它只是对调而已啊，位置不会变啊。你看这个 HF 有负一的。对，没有，这两个应该是不同比例的那个，但是那我们修剪之后嘞，还有一个修剪吧，就是以这个模板的位置为基准，然后爬虫下来的顺序还有它的磁性，再去帮你修剪一个最后我们自己设定的。爬出来的应该这个吧 ，Q 一百 Material Cloud 会先产生这个，然后之后倒数第二个脚本是把。就是把爬虫的资料写进去这个的这个那个这个硬档里面，会得到 QE trim 的。对。然后刚刚这个就是 QE trim 的结果，就是已经写进去，像那 K point 是被设定成22，就是不是？顺序也对调啊。对，就它的顺序就一样会被改掉。对啊，没错啊，我刻意改的、啊。但是这样子，所以跑出来的结果 C 跟 N 不会在最后面，就是它会照着 material cloud sorted 之后的顺序摆。那有什么关系？就是之前有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它跑出来的结果丢进去那个 QE 拿去 DP 圈的时候出来的结果会有问题，就是它顺序如果不照那个。你现在 DP 圈，我们新的脚本是会根据你设定的顺序去帮你。排它的 data type 呢，它跟你这个没有关系呢，所以跟这边的顺序，所以我才跟你说要用我写的脚本啊，所以这边的顺序就没关系了，完全没关系啊。那因为之前旧的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之前旧的那个时候，后来我就是强制让它就是 C 跟会摆在最后面。我本来有想过你想的问题，就是说你写出来的 data 档就按照原本想要安排。DLD 里面的顺序，但是我想这实在是太复杂了。干脆是最后在做 NPY 的时候，再去根据你里面的设定去排它的顺序。所以这样子跟假设我的最后面跑出来，最后面放进去的硬档有这种顺序跟这种顺序的，就是完全不管啊。所以它自动去那就没问题了，因为旧版的没有、啊、旧版的会有这个问题。你转为那个什么 ，data 档，我们 main 里面不是就有一个转 data 档吗？data 档，等一下、哦、，main 里面有转 data 档，就是它 data 档转出来的结果，就是它的那个它在 orbital 里面看的顺序也会跟这边的一样。对啊，那没错啊。但是你最后在转成 NPY 的时候，应该会按照你设定的顺序来帮你看啊。所以假设我设定碳是6，这边就会变成6，然后1，然后假设这个是假设这个是7，好，这个就会变7，然后2、3、4、5这样嘛。对啊，没错啊。好，那就没问题。不然我们画的 data 档没有一个统一性，还要按照你设定的顺序，那实在这程式太难写。我有想过这样。好，那就没问题。你注意看我们那个 main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data 库什么？新版的 main 我的182，刚刚你 download 了 main 里面应该
下、喔、我把这边关掉。等一下、喔，Sort 吗？应该不是 Sort， 其他的。Main 里面我有呼叫一个 Pearl， 现在转成 Data 了。你打一下 DI。QE into data。 哦，这个不是，还是 initial 里面已经转完的，应该会吐一个 data 新的 data 档出来。新的 data 转完的会吐一个新的 data 档出来。哦。对啊，但是这边的设定全部都是照，就是 CN 都会放在最后面。之前的，对啊，新的。这里，3月11日15:16。对啊。里面设定的 data 档顺序是这个吗？所以就是老师的脚本又帮你转回来了，所以这个 data 是刚刚才弄出来的。所以你的硬档不对，可是你转 data 的时候顺序是对的。没有，这是旧的 initial， 就是旧的所有的顺序都是照这个顺序排。不是你。建立的时间不就刚刚建的吗？对啊，那不是你刚脚本的你的那个 O 是你给的、啊，你的 O setting 哦、对啊，就是他自己创出来的，对，他就按照你给的顺序帮你转啊，所以你管他 QE 里面是什么顺序，所以没有错、啊，那就没问题，脚本转出来的 data， 就是你刚刚开那个，所以是没有错的，所以你不用在意你 QE 上面拉下来那个暂存的档案顺序是什么，对啊，那没有错、啊，好，那就 OK 了。那就没问题。那好，那我就直接把那个 material cloud 出来的结果直接丢下去跑。然后 material cloud 修剪完的。这修剪就是 QE train 的那个结果。好，看你跑完了没？你的 NPY 还在跑。那他那跑一下吧，先报。所以我要看一个蛋哦。如果中间有一些挂掉，表示你在当初这些 data 的资料夹里面有些是还没 run 完哦。好，那到一半等最后 run 完再说。这样子哦，整个，请大家一定要按照我的脚本 run 哦，我没有空再去 check 到底是哪一步骤出错、哦，因为我遇到。跟我讲的问题，我花时间去找实在是太累了，我干脆把需要防呆的地方全部都跟他带了。请你们一定要把那些带的东西解决，再让他去。你在后面乱出来，那图形都会长得非常的怪。这是这礼拜的 paper， 然后这边是要研究高仓党化，就是他用 machine learning 跟那个生成对抗网路。然后去看能不能找出就是硬度更高的，硬度跟那个央视模数更高的高熵氮化物。
然后就是它主要是用到这个 DAGN， 就是生成对抗网络，然后跟 machine learning 去学习，然后去预测。然后它主要预测两个东西，一个是硬度，一个是杨氏魔术。然后用这两个东西去预测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就是 H1 乘以 H， 然后还有一个 E3 除 H3 除 E2，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篇 paper 提到的，就是这个值是跟它的抗磨性有关，就是传统上是只看硬度去看它会不会比较耐磨，但是后来发现说就是用加入杨氏魔术去看，就是反正就那篇 paper 就提出这个值去看它的抗磨性是最好的，就是跟它抗磨性是最相关的。然后这是他所用的流程，就是他总共用了五种不同的 feature selection， 然后用了九种不同的模型，然后最后去找出一个最好的 feature selection 的方式，然后接下来他用智能对抗网络去生成更多，就是不存在于文献中的资料集，然后把这些资料集跟原本的去比较看，就是加这些新产生出来的资料集会不会让它神经网络变好，然后得到一个最有用的神经网络之后，最后再去看它就是。他输入 feature 的大小，然后再去预测说，就是等比例或不同比例的高熵氮化物它的强度，然后这是他总共用了九种不同的机器学习模型，然后这是他所用的 feature， 就是还蛮多个的。所以他的 data 是实验？对，他真实存在的 data 是从之前的文献中找到的。还有多少比？对。再找一下。它的 gain 产生蛮多比，但它后面有提到说它的 gain 就是它每次加50比、加100比、加150比，就是一路往上加，然后就看它说在加几比的时候模型训练的会最好。然后往上回到这里，然后就是它 gain 的那个 gain 的模型的示意图。然后 GAN 的主要目标就是，反正它就是一个辨别器跟一个产生器，然后那辨别器就去看说这产生器产生出来的结果跟真实的结果，然后真的哪个是假的，然后就一直迭代，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个产生器会产生出很类似真的结果，然后就把这些结果拿去当做就是新的 initial， 就那些不存在的资料。然后它的 data 总共Hardness 有208笔，然后杨氏魔术有178笔，然后是从之前的文献中拿到的，然后一共有45种 types 的 HEN 的系统，然后。有三十种系统是四元或五元的 HEN， 然后有15种是六元的 HEN， 然后他们总共用了五种的不同的那个特征分析的方式去看说这些特征的影响，就是到底哪个影响力比较大。然后这边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去看两组变量中最大的相关性，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后，然后第二个是NI 就是去看说两个不同的随机变量之间的共享的资讯量。然后接下来Peterson 之前讲过，然后这个是 RFE 是，就是他先去产生，他是用不断回归的方式，然后去把就是每次回归中最小的特征移除掉，然后就是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找到一个最好的特征值级为止。然后第五个是，他是从每次的训练资料集中，然后抽取 N 个子样本，然后去针对这个子样本去算，他说不同特征对这个子样本就是影响的大小，然后之后就是重复多次之后，然后就看说哪个特征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资料集的部分，它总共分成 training set 跟 testing test， 然后90%跟10%，然后就是长这样，然后它有特别去让 testing set 跟 training set 的就是元素的比例类似。就是不会说，比如说 TI 在训练集中很少，然后可能在测试集中就很多。对，他一次弄这么多元素。就是他找到的高熵氮化物，就是有他的金属元素部分有很多种不同的金属元素，比如说可能某个是成这五个组合的，另外可能是这五个组合的，所以就是会有，就是他找到那些资料会有各式各样的元素，就是一个可能是这四个，可能另外可能是这四个，就有很多个，然后这些就是这些元素。就是出现的频率，就是他怎么有写说，就是在他找到的所有高熵氮化物的系统里面，就是这五个元素是最常出现的。好，你看最后的目的是要做什么？目的是要去看说他能不能找到更他最后只提到硬度，就是更好，就是硬度更高的高熵氮化物，然后目标是要找超过40 GPA， 这里。好，
然后最后有找到八种吧，就是他最后找出来的。哦，那 N 都是五，是不是 ？N， 什么意思？哦，没有，他的那个，他的比例是等比例，前面他有分，他有去做等比例跟非等比例，然后这边是等比例的结果。就是一样，前后是一比，所以前面有四个元素 ，n 就会是四，因为要让后面的跟前面是一比。然后，因为它丢进去的材料有四元、五元跟六元的材料，所以这就是它找出来，就是像就是高于40 GPA 的，像这个就是四元的高熵氮化物，然后这就是六元的高熵氮化物。我觉得它前面的基础就用十几种金属元素，然后排列组合，做出最好的，就是根据他，就是根据前人的研究，然后去看说这些金属元素哪一些会跑，就是哪些混在一起会得到更硬度更高的高熵氮化物。OK， 那他有把它合成出来？他没有实际，有些有被合成出来过，然后有一些没有被合成出来。但那一句我没有接到，就是他这边好像这几种里面好像只合成出了三种，剩下的几种全部都没有被合成出来。就是他的结论是写说这些是就是可能潜在的高硬度的高熵氮化物。我前面就是反正他们用了就是十倍的交叉验证器，然后去对这九个模型进行超参数调整，然后他超参数调整放在附录里面，然后他们对，然后接下来就是 R 平方去附录有附录在这里有没有传到一个资料夹分享资料夹，我是直接寄给老师就是论文的那个没有，我没有把附上，但是寄给老师的那一篇 email 有，就是这篇就是讲，这是他九个模型，每个模型的超参数的名称，然后你们是不是要上传到一个实验室共享的资料？有，但是所以那个附录也要传上去，我只有传 paper 而已。我的那个 endnote 会自动你们传上来就自动扫进去，当做我的 database 啊。好，就是这边。对啊，你们要传一下。这边就是他找就那个光哥搜寻的 space 跟他的找到的结果。目录我只有 email 有寄给老师。对，好。然后另外一个我等一下传上去。大家以后都传一下。好，看一下你转完了没？可能要等一下，因为这个是之前拿去跑的，所有的 data 全部都丢下去跑。所以要等时间，但理论上这应该是会，因为是会成功，因为之前的，因为这个 data 已经拿去训练过一次。883B。就放着给他跑。好，回到 paper。但是权限打开，它的 CPU 占比就会直接往上飙。之前就是允许你们用两个 core， 然后两个平行，所以每个都100。嗯。因为161的 CPU 好像很烂哦。嗯，是161的 server 没有。也只有8G 而已。161的 RAM 只有，161有32G。这是182比较好一点。然后回到 paper 上，反正就是他跑，这就是他用九种不同机器模型跟五种特征算法跑出来的结果，就是分别对硬度跟对杨氏模数。然后就是他们发现说，最好的是 PCC 的 PCC 特征所预测出来那个特征 A 对 PCC 的特征的那个权重的预测出来的结果，就是 PCC 预测出来是最准的。然后 SS 的话是会让模型的
准确度稍微下降一些。然后后来他们就用 PCC 下去做，就是特征选择方法就用 PCC 下去做，然后这就是他 PCC 的结果，就是分别是印度跟杨氏魔术的结果。然后他这边是说，就是不同特征之间的那个的相关程度都没有超过 0.9， 就是代表说这些特征都就是都有它各自存在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他在印度训练的时候有四个特征会被移除掉，就是在训练过程中被移除掉。然后接下来是那个智能对抗网络部分，就是他让智能对抗网络左边是跑了5000次，右边是跑7000次，就是他在跑这么多次数之后会到一个稳定值，就是在某个稳定值上下附近晃动，就代表说这个就是他的数据已经很接近真的数据。然后接下来就是前面的这里有两个模型特别准，一个是 SVR， 一个是 ANN， 所以他就拿 SVR 跟 ANN， 然后原始的数据跟他加就是加50比100比150比等等的。就是新创出来的数据去看说它的结果准不准，然后结果是发现说 SVR 相较 AN 来说更准。然后 AN 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它只加一点，它只加50笔的资料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训练程度会突然间掉得很严重。然后他们是认为说，就是新加的数据的量太少，然后导致它误导模型预测的结果，才会导致它预测就是它出来的结果变得那么差。然后接下来这段就是。他一样拿 AN 跟 SVR， 就是加这个最佳的那个型号的那些资料，然后下去做运算，然后结果是一样是 SVR 更好。然后 AN 的问题是他在印度的预测上有时候会可能就是预测过高或是预测过低，所以他们最后就是直接拿就是最后选定就是 SVR 拿这个模型去跑最后的结果。然后接下来他们用那个叫做 PI 的方法去看说就是。这些特征影响力的大小啊，反正 PI 就是他先训练一个模型，然后训练完之后，他随机置换某个特征的值，然后就看出他影响，他换掉这个值之后，他对这个模型影响的大小，然后最后就是，不重复这个过程多次，然后就看说，就是他哪个模型被置换的值被置换之后，他对整个结果的影响最大，然后去评估说不同特征对结果影响的大小程度，然后这就是他跑出来的结果，然后。这左边这张图左边右边是他分别取就是对印度跟对杨氏魔术影响最大的几个特征去看说就是这些特征对这些特征的高低然后对他印度的影响印度跟杨氏魔量影响的变化，然后主要的结果主要的发现就是 eTotal 越小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高档档会有更好的稳定性，然后接下来就是。HN 对高档单号而言，就是如果它的硬度越好，通常都会有更小的那个价电子浓度。然后另外就是随着温度降低，就是高档氮化物的硬度跟杨氏魔量通常也会有越来越好的趋势。然后他这边的认为是说，因为就是它的组成元素大部分都是第四组、第五组跟第六组，还有铝跟锡，就是这些元素组成起来，然后这些元素通常都会有相同的，就是类似的原子体积。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面，他们拿去预测就是等比例的四元、五元跟六元的高张氮化物的硬度，硬度跟杨氏魔术。然后左边就是用这两个数字去算出来的结果。然后就是最后面就是刚刚提到，就是他找到了这些，就是预测出来是超过40 GPa 以上的高张氮化物。然后就是，然后接下来上面是说，就是对有硬度更高的 HEN。胶囊氮化物通常会有这些元素的存在，就是这五种元素的存在。然后最后面是，哦，这边是说，就是根据之前的文献有提到说，就是可能在某些高三就是非等比例的高熵材料，可能会比等比例的高熵材料有更好的性质。然后他这边是选定了两种不同的基底，就是 NBTIB 跟 ALCRMO， 然后。变动的元素就是选像是锡或是铝这种，就是可以形成共价键跟氮形成共价键的元素下去看说，就是我掺杂这些元素的掺杂不同元素，然后它的元素的比例的大小，然后对它整体硬度的影响，然后它的结果主要就是，锡在 0.1， 就是加锡的话可以让它的硬度增加，但是锡的加太多的话，就差超过 0.5 会让它的硬度开始下降。然后另外铝就是铝加太多会让它的杨氏魔量下降，所以它铝就是如果要让它杨氏魔量上升，要让它杨氏魔量上升的话，铝不能加太多。然后
接下来是对于这个就是 ALCRMO 的系统而言，就是它的硬度虽然 不如另外一个这个系统的硬度，但是它的杨氏魔术会比这个东西更好。然后对，差不多就这样。下面这个就是跟前面一样，就是一样加，就是加有空加减的那个会让它的那个这个会上升，杨氏魔量会再往上升。哦，差不多就这样。还在跑。好，欸，他上次那个语音短文字用完了，有办法有短吗？哦，我后来没有，因为他就是跑出来的结果就怪怪。我在想，就是用那种其他的，就是传统的那种语音辨识看会不会好一点，之后试一下。因为那个机器模型跑出来的结果就有时候就怪怪，就他会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我那个转档的我没有放在这掉，但是我假日的时候是自己死，所以那个等我之后再把它传到电脑来啊，这台电脑来。嗯，转看看，把它贴上去吧。嗯，好。这样子我们至少可以看一下上礼拜讨论什么东西啊。嗯。用 AI 做记录啊。然后这个就放着给它跑。